Hello，大家好，我是环球小姐黄子琳。子琳是一个很爱吃美食的小女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美食是位在高雄市旗山区的广福里广吉路核心庄的上友面店。子琳觉得它料好实在，很符合自己的口感，也很好吃上。那在价格上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亲民的。它成为当地人必选的固定美食哦，欢迎大家赶快去外带哦。